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ercury。 咁依家读紧香港教育学院幼儿教育学系 E3 嘅。咁我最中意咧就系唱歌同跳舞。跳舞咧就拣咗拉丁舞嚟跳。咁点解呢？因为拉丁舞咧实在太靓啦，可以 show 到女仔最靓嘅一面。试过啲唔同嘅 style 啦，觉得中唔中意啊？中意啊。因为我觉得几得意咯。系啦，夹唔夹你平时自己着衫嗰啲嘢，即系同？唔好夹，因为平时我好少着咁正式嘅衫。通常著黑色或者暗色。我想從事翻翻幼兒教，但未必一定係幼稚園。哦，即係會係乜嘢？即係好似之前講，即係 group 啊，又或者可能自己搞啲細型嘅對合社去，即係俾啲小朋友學習。因為而家都有教緊啲小朋友。咁咧，依家參加咗呢個 U Star 嘅比賽，咁希望大家支持我一票啦！